军父的社会，他还给我台湾一个军父的社会，不然总统我来选。我有励志，我若没有死的话，我永远记得，我永远记得。好，愿祖宗帮助我了，愿祖宗帮助我哈，上天帮助，说不是一般人可以做的事。啊，并且讲不是人做的，不是人干的，而是我们互相哈，不要气馁，因为你中头来，你走一圈以后啊，你还是找到，你还是回到这个最初的地方，最初的原点，在你的内心深处，你的心内每一个角落。人无可能去袂记伊个故乡，甲伊个爸爸妈妈，叫种种代志，就是事故变化，甲你个理想啊，吼、哦，甲你个人生观啊，你身上，从国民党甲你夺走啥物，伊夺走你个历史啊。我是想，爸爸妈妈是日本教育，我若讲是日本人，会使讲算日本人吼，伊、哦、个名号就较我日本人，啊，我毋捌讲过伊个，但是我个亲戚朋友讲个。人无足侪人是日本教育，但是我大汉以后啊，这物件拢甲我否认掉，我找无，我感觉足可惜。咱的心内拢有一个历史啊，但是叫国民党甲咱教的物件，伊教的物件吼是足两面性的，伊两面性，但是佫袂讲足高尚。是伊的字写足无相的，但是伊的掌权的人啊吼，拢无得做到迄个程度。你除了失望，你阁有当安怎？你嘛袂使讲无进度嘅。伊一直拢是用的呢。一寡人去美国学一寡物件回来，伊嘛无照西方的物件来对待咱。伊对人的看法嘛是用伊。因中国人较一种容易控制人的方法来咧给你统治。啊，咱要哪个？咱要解抗哦？咱就家己选一个上天赐予咱的一个机会，咱家己选家己的领导者，安尼尔。啊，咱也无可能压钱压多，敢会变成就一般迄个人安尼？哦，安尼昨天已经替咱拍这个路啊，所以讲咱今足感谢，咱只要吼团结起来。团结个眼光看远，啊，时间到先挺身而出。你若有负这责任，你就成功，你绝对会，你绝对会得这个。啊，咱这独生啦吼，啊，无家庭的人吼，家庭的祝福啦。咱是为着正人的拍拼，唔是讲为咱家己迄个理念。啊，做平物件拢用方法平的方法嘛。啊，计时间差不多到，咱就一直坚持转蔡英文，咱就继续。因为蔡英文还阁无讲，予咱足失望过吼。咱总比国民党比咱安个用，咱一个人一个，人讲人家走过这个行程，他才知道这个果子是甜的还是苦的。